这個、葫芦节政府送出来这安泰加这大礼物啦，啊，拍算讲上紧在今年五月就会当来实施咯。啊，不过有哪来引起了这卤煮方面有一挂争议甲烦恼所在，因为根据即马这劳工甲公务人员因请假规定啊，劳工若要请这安泰加，在这段时间是无薪水的哦。啊，不过公务人员因若申请安泰加是有薪水的。今年妇女节，政府送予职业妇女一个大礼。有新的劳工有需要，就当请安胎假，头家袂当拒绝，上当会当请一当，期间无薪水通好领。即马公务人员嘛要对安尼做，不过公务人员采用延长病假，有薪水通好领，福利差遮尔啊济，劳工敢有法度才好康？劳动基准法，包括劳工请假规则，它的执法基本上是一个劳动条件最低的。最低我们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做到的基本的保障，嘿，基本的保障。但是每一个企业主，每一个企业主，他可以提出比劳动基准法更优的保障。请安泰假有钱通好领，王如恒表示，目前政府无这个规划，不过各地企业会当对员工也搁较好。另外，针对劳工团体批评这个措施，可能是看会到，吃袂到。王如恒表示，当初是推动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时阵，外界冒疑虑对女性就业不利，结果嘛无发生。从91年到民国98年，你看到妇女的劳参率上升了3%，没有因此而下降。王祖恒表示，也当理解外界烦恼，不过伊认为时代伫咧进步，对的代志就要去做，拍破女性就业的困境，嘛是伊一直伫咧拍拼的目标。记者柯祖柯正准台北报道。今日伫即高雄市讲，我那有杀出即三八葫芦节的特别优惠啊，讲唔管你是对一个关西葫芦，只要你今仔日啦去高雄啊坐渡轮啊，拢会当坐免钱。另外伫即葫芦朋友上定去即大卖场甲即菜市啊，有那设立10几个即免费廿零个即服务的活动点哦。所以今仔日透早开始啊，即活动一开始，有真侪人都伫遐排队，想讲吼，看会当一边廿零一边买菜无？廿零师傅用真卡的手买来，或者妈妈的腰酸背痛，全部拢消失。手还去挂拄啊买的菜，第三享受免费的廿零，或者葫芦感觉真赞。我来买菜啦，啊卖菜咧讲啦，讲这咧抓啦，啊我是讲我唔捌咧抓啦，我抓一个看卖啊，食好啊，较筋络较灵啦，较舒服。葫芦节高雄市政府特别伫个传统市场甲卖场，总共设置16个服务站，予葫芦免费廿零。因为服务的时间只有3点钟，9点开始就有人抢买客牌的排队。好，啊，拢廿真实，拢职业病啊。有啊，伊迄老廿就有差啊，伊他就坐得较舒服啦。啊，伊无廿伊会酸啊，我就会酸会疼。这款的好意虽然让大家感觉真袂歹，但是真正要讲到葫芦的政策，不少女性也是有怨言。尤其是高雄市失业率是全国同冠，有人认为想办法提升工作机会，让因有头路会较实在。不是懒惰，真的是没有工作可以做，很可怜啊，真正有点失望啊。可是我觉得没有改比以前好呢，都一样差不多呢，看得到吃不到的啦。民众嘛感觉未少葫芦政策讲了真好听，煞真歹实行。希望政府制定的葫芦福利会使更加实际，卖予葫芦节的意义变成干那村逐年体贴葫芦一工。记者王家村蔡明浩跟洪报道。来看，就是行政院长吴敦义伫个前几工已经要求啊，即国有财产局暂时标售伫个台北市精华地区的即个啊国有财产地，即马阁有立委来要求讲八大个公家的即公股的即行库要提出较实际的办法，防止即投资客啊继续地查房企。今仔已经有即公股银行提出了因实际的做法。最近国有土地标卖一直在创新低，外界就积极讲政府卖土地带头的起厝价，啊，正正在行政院长吴敦义要求下，已经暂缓标卖台北市的精华地段。即马各地委要求讲，八大公股的行库就要有更加主动的动作，譬如讲针对投资客爱降低房屋贷款的成数，或者是调高厝贷利率。那第三栋以上，它这个房子的贷款的成数呢，要降低，降低多少？然后。大概降低1到2成，只要超过1亿以上的话，原则上授信最高额就是6成。外口风声讲，中央银行等的计划要调高存款的准备利率，希望减少市场存来资金进入房地产炒作刺激。不过财政部是表示讲，目前那边收到相关的指示。那中央银行有没有指示你们？有没有说要调高那个存款的那个准备率呢？且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接到？没有。
面对厝价的起，财政部强调讲，会先要求大型行库做出总量管制，避免放款过度集中伫个特定的建商或者是特定的区域，防止厝价用炒作。未来卖针对唔是家己住厝贷客户，全面紧缩厝贷放款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